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天是6月10号，现在是马德里时间的早上10点。我现在要准备一起吃早餐。今天我们一整天都要在外面过哦，准备好了吗 ？Let's go。它现在是不提供菜单的，需要扫这个二维码，然后呢，菜单都在手机上。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位置都是隔开来坐的。终于来了，这个下面是烤面包，然后上面放了一片奶酪，还有火腿片，然后这个是番茄泥、橄榄油、盐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油条，还有巧克力酱。油条要蘸巧克力酱吃，最正宗的吃法。我现在已经吃好啦，然后现在我去买单，准备出发去下一家。Adios， 好了吗？哦，这里有消毒液，消毒一下。OK， 吃饱了，让我们去逛一逛 IKEA。多只能进30个人，终于进来了。我要去楼上。这个是桌布，我之前有买过，我买的是蓝色的，这个灰色也挺好看的。这里有好多简洁的杯子，哇，这个好好看哦，这个可以装优格，当做一个优格杯。我头发好乱哦，天哪。口渴了，准备去星巴克点一杯抹茶。
每走一步，客人就要把座椅都消毒一遍。现在是中午时间的1点，我现在正在寻找我到底要去哪一家。我现在走到了 Film Batidos， 一家挺受欢迎的酒吧。我现在已经找到位置坐起来了，然后喝着这一大杯的丁多菲拉诺。我先把口罩摘下来。这个其实就是汽水加红酒，然后有的时候也可以加柠檬味的芬达，然后撑在一起，就是一杯夏日必备的丁多菲拉诺。然后点了一点薯片，还有炸鸡翅。干杯。现在已经喝饱了，准备出发去市中心逛一逛。已经进入马德里解封的第二阶段了，路上的行人也渐渐开始变得多了起来。我现在路过家乐福了，经常出现在我的 vlog 里面的。天气真好，最适合逛街啦。我现在已经到太阳门广场市中心了，感觉今天街上的人比我上次来要多一些。
些看着都好好吃。然后呢，我准备点一份套餐，就是这里有两个选项的，都是价钱不一样的，然后里面东西也不一样。楼上好像没人哎，就我一个人，就我这一桌，完全没人。这家母色的好梦还是挺有名的，我经常过来吃。我点了一道西班牙海鲜饭，然后呢，它有搭配面包，这里是红酒，开动啦！干杯。我比较喜欢在里面挤柠檬汁。这里面放了小螃蟹，然后还有鸡肉，还有虾，还有这个不知道叫什么。嗯，味道还不错。终于来了一个客人啦，我终于不是一个人啦。上餐前得先把手消毒一下。OK， 现在上的是第二道菜，然后我觉得特别奇怪，我上次点的美努萨鳕鱼，我记得不是这种的呀，我可能看错了。Oh my god， 那我们就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吧。这个是醋，橄榄油。OK， 接下来就让我们尝尝看这条鱼的味道到底怎么样。奇怪的鱼，从哪里下手啊？就是鱼的味道，然后很淡，就是炸起来的鱼的味道。现在人慢慢开始变得多了起来，可能现在才是真正的饭点吧。现在差不多快到四点了。OK， 这是第三道，最后一道是甜点。我点了一个布丁。来一口吗？哎，我觉得除了第一道海鲜饭，第二道最好吃就是这个布丁，好好吃哦，真的好好吃，冰冰的。Hello， hello。OK， 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。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，记得三连，一定要三连。好，那这期就是一整天都在外面吃饭的视频，到此结束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刚刚捕捉到了一位老爷爷在粉刷铁门时候的照片。就是旁边有位保安就说他在拍你，然后旁边那个老爷就转过来对我笑，后来就被我抓拍到了一张完美的照片，噔噔。然后那个保安就问我得给大便。
然后我就问一遍 Gracias。 Hello 大家好，今天是马德里时间。 Hello 大家好，现在是 Hello 大家好啊，新年，不好意思，再来一遍。